老板，你这最贵的是啥？最贵的？最贵的东西是福多。大肠还没猪肚贵了？大肠才45元，福多50元。那就来个最贵的吧，看看猪肚有小点的吗？有。瞧一个。可以吧？没肉。没肉。啊，你这猪肚里头干净是吧？没有，这个是绝对是全部刮出来了。行，称称多少钱？看这个，31给30吧。哇，歇一下，猪肚贵。哎，你这猪肝没有了？猪肝卖多少钱斤啊？猪肝没了，猪肝卖12一斤。我说熟的，煮熟的。啊、嗯，煮熟的12啊。啊、嗯，煮熟的。这咋猪肝这么便宜了？那猪肺了，猪肺了。猪肺更便宜，猪肺6块钱斤。啊、哦，来歇刀了吧？鞋刀好是吧？对，鞋刀啊，啊，这技术可以，不是切了一点两点了啊，看这样子，别看是卖肉的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切菜炒菜也不是一下两下了，猪肚啊，不容易的行，这属于干煸呢，还属于爆炒，还属于什么？爆炒。嗯。少一点，哎呀，多了。青椒爆炒猪肚啊。不是，放那个，放那个陈醋。香菜放里头。用着不香吗？我这着不错。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老板辛苦了啊，咱拿拿味试试啊。兄弟们，咱尝一尝这爆炒猪肚啊，在大集上啊，这一个猪肚，一个猪肚30块钱啊。看看这一大盘，这装两盘吧得要。这斜刀啊，挺漂亮的。嗯，哎，明白。这次放的青椒是菜椒啊，没那么辣了。嗯，老板，还是猪肚好吃啊，贵的好吃啊。还是贵的好吃啊。没有比就没有伤害啊，一比就有了。来整一杯，兄弟们，还是贵了好吃。猪肚50块一斤，哎，腰子是多少钱？跟肉一样钱哈。跟肉一样，哎，它就便宜一点，哎，口感肯定是猪肚好吃，有嚼劲了。但是腰子不是大补的嘛，是吧？